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汤圆妹妹。上期视频呢，汤圆介绍了一下马克四战甲，那这期视频就来介绍左边的这个马克五战甲了，长时间作战。那我们回到游戏模组这边，首先来说一下这条战甲的整体感。等一下，我先灌一下灌影啊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战衣的整体颜色方面，采用的是红银配色，整体还原的还是很不错的，细节方面呢也是相当的到位。那我们穿上看一下，穿上之后的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我们跟实际马克五比较一下，胸部腹部的装甲细节刻画的是比较明显，胸口面部也是可以发光的。飞行方面，马克五在游戏里呢也是可以飞行的，不过嘛，这个飞行高度似乎是没有前几套战甲飞得高，这是为了还原漫画的设定吧，毕竟这是一套便携式应急装甲，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。武器方面，武器也是只有掌心炮跟胸口脉冲炮。武器伤害方面，这只是简单的说一下，掌心炮单手伤害和双手伤害，还有就是胸口的脉冲炮的伤害，都是跟前几代战甲一样。下面就是讲一下这个战甲的特别之处，来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看到了吧，这套战甲是可以收回成手提箱模式的，而且这个箱子还原也是很不错的。着装的方式也是很简单，只要把箱子放在地上，然后右键点击一下就可以着装了。看这个战甲慢慢的覆盖全身，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的炫酷啊？哎呦，真的是爱死这个设定了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。这个模组的马克五战衣，虽然武器只有掌心炮跟胸口脉冲炮，但是细节方面也是很还原电影，尤其这个手提箱模式真的是做得太赞了。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